各位观众大家好，那么今天的话我是要来介绍一下就是今天的改版。那今天是2017年6月21号是听说是角色卡那边的部分有做大改，然后还有出一些新的活动啊巴拉巴拉的，那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吧。好哦，我发现那个以前的那个打工跟那个什么那个角色卡不见了，好可惜啊！之前还花了心思去介绍这王哥，然后现在就说改掉就改掉。对啊，新的角色卡的话也不知道在哪里选，就跟剧在说拜托。一登进来就看到这个，不知道怎么念，周六福利。第一周就是心力强化180嘛，就是50、15的时候，然后再来是箱子两倍，然后怪物工人，然后这个就跟之前那个什么 BMP 那个很像啊，根本就只是一样的任务拿过来改个名字就变新东西，真是的。还有五个周六，好的，有五个周六。什么家？他这边写30分钟，可是他按的时候是写一个小时，然后他这边也变一个小时。他是怎样？到底是怎样？好了，我按家。哦，他好像是哦，这个好像也有顺便改版哦。原本是半小时嘛，这我其实之前在录的时候我都有偷偷弄，我都没有在讲。对，然后今天突然发现，突然改了，一小时。对，然后他现在目前是主要奖励就是里程，然后咖啡，然后奇怪方块。然后现在你按一个加，他就跑出那么多东西，然后这样子。可以从以下道具随机获得，他原本的是这三个嘛，然后变成说变成一大堆垃圾。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。还是一小时啊，搞屁哦！哦，好，确认，好，确认，好。这次原本的就都有改掉嘛，好像没变。还是拿到了新的图，为什么？所以新版的探索，它直接领下来哦。哇，天哪！天哪！我领那么多箱子，就是之后没有空打里程王，就可以点一点开里程。他现在改人家要怎么累积啊？好，伤心。凝视者的礼物有什么鬼？很辛苦，但还可以。全新力量啊！原来角色卡改变的全新力量是像是 V 矩阵那样子的东西。我以为是像是就是原本旧的那一种下线的时候，然后在那边改，看来不是。好啊，宝石核心，好吧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，真是。风之谷联盟战地等等啊，所以那个什么角色卡那个到底是哪里啊？哦，永恒生命药水，送真大。一加二又来了。好，毁梦者的开启，南极特别怪物收藏是什么？这我一定要来看一下。哇，哦，哦，好多哦，超级哦，好多椅子，超多，好多怪物。还好他没有跟我说什么巨大版那个什么的活动，就是不一样。虽然说这感觉好像有点难遇到，搞不好可以在怪物公园遇到。哦，天哪！好，这边不管。所以那角色卡到底在哪里？哦 ，Yeah, take B。哇，好一个改字，太会了。还是一模一样的活动。所以我说那个啊。
先一个一个点吧。看一下还有什么啊？来，那就联盟战地。你是哪位啊？会计小姐，哪里？稍微变身，好好。所以说，他那个会计小姐是那个嘛，之前打工的那个嘛，那个就是找他领东西的那个，好像是吧？有一座岛里面有可怕的龙，那些龙小心翼翼的拖着岛屿，结果像房子一样的龙在那里出现标记，大量的战斗。风之谷联盟，我要让对于独自成长感到极限的勇士知道合作的力量。看来是新的部分，新的活动，达到比你黄金力量啊！所以那个角色卡嘞，那个角色卡嘞，这个来，回眸，淡薄高追高追。梦幻硬币啊，感觉是梦都的任务。登录怪物收藏品，好，什么的吧？冰火游戏，拒绝。好，又有这个突破极限，啊，又伽马烈分身了，啊，天啊！这完全就是几乎一模一样，照抄之前那个什么扭转改版的那个任务。天啊，太会了吧！所以那角色卡到底在哪里？对啊，我真的有为他要去爬个问一下，有没有那个角色卡？还是说那个什么联盟战体报告是什么？哦，好像是社区。角色活动，哇塞！哦，一发复活！哎，事前登录活动，你还有这个了？别吗？12周年呢，12周年要来了，好快啊！转眼间又过了一年，12周年，狂喜！所以要刷那个角色卡嘞，角色卡嘞，还是该去爬个文呢？还是我看一下。看起来没有任何东西，对啊，有没有角色卡？好吧，他跟我。好的，那刚刚稍微的查一下，真的是啊，哎，败给自己了。原来就是这个蛙哥啊，风之谷联盟战地，这个好像就是新的角色卡。他告诉什么？此地无法进行。好，继续。哦，就是这个东东，就是这个新蛙哥，新手联盟战地，然后是什么总等级？哇，5335啊，好多，我看一下那个，哎，不是这个，不错，这比较高哎，5672，阿赖跟我说5335，好毛啊，还是有些没办法计算。下一个等级是所需的。晋级所需等级1000，哇哦！参与战斗，哇哦！所以说这是要怎么弄啊？可将攻击队员配在战斗位置图上，角色积木可以透过滑鼠左键选择点击位置。看不到，好像。所以说，哦，猎鹰是改好了，变成那个
增加80只，好棒哦！我觉得他感觉第二句是屁话，可是为什么猎物是不太一样？你看他这些经验值获得增加10%，经验值获得量增加，然后这个是那个 LUK 80增加 ，LUK 会增加，然后这个是敏捷增加80，增加敏捷，感觉像屁话一样。可是这个就是增加80智力，但是还有一个被攻击时受到减少伤害减少，被攻击时受到伤害减少是旧的，然后他现在改成是新的增加值。不知道是前面输还是怎样，不知道感觉第二排那个姿势那个、啊，可能是要这样摆上来吗？然后呢，这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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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、哦，可以这样转圈圈呢、欸！哎、欸，我们每转一次，这边就不一样了。像这个是敏智性加5，然后攻击加1，然后再转就所以是啊，是什么？好，左右相反。那我怎么把？我怎么？可以这样脱衣？它哪里可以摆啊？啊！天哪、啊！战斗地图中的四个地方一定要占一处，即使这样也可以。也要变更那个角色哦，不要乱用好了。我想要幸运，我想要力量多一点。欸、还有攻击力耶！哦，这个好像有比较好一点点。力石、敏石，还是刚刚那个力石物比较好？还是给它翻转一下？要不要？这个好像没什么屁用。上下。它只有好像只有中间那四格可以给你摆、欸，还是之后就是要摆一摆之后解锁？那我们这样我们先继续摆。哇，这力量加80哦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就可以给你这样子摆。它到底是有什么关联性吗？对啊，还是说一定要粘在一起才可以这样子？那我先摆上面好了。哇，力量加好多哦，超爽的、欸。可是我刚好看到攻击哦。改一下，加好多攻击，那、啊、这个再改一下吗？可以耶，哦，加7攻击，要力还是攻呢？我觉得我还是回去力好了，觉得力还比较好一点。这有点难摆啊，超难摆，超难摆，不知道那个是不能放还是怎么。过来一个，然后再过来一个，然后再上去，过来，上，好，可以让它旋转一下，好了，转，它变红色的，是不是因为要连在一起的关系？然后要往上摆了，它好像一定要对齐这个平行线吧？好，那我们先摆这样。所以现在的话是增加80力。跟那个 boss 上5%嘛，然后他就是可能因为放在这边的关系，所以他加了35力，然后250魔没屁用的魔，好继续，暴击后伤害增加5%，上来一点，好，试着他那个，我试着让那个剑都对齐哈，他可以重叠哦，不然冲鸟还没好像没有。转，然后贴上来，我贴，贴不上来，他的右键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刚刚那个字闪太快，没有看到。上去，快疯了。好吧，那我就是当作他这个剑一定要对准这个吧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哇，我们加50力了，好多哦，超爽哎。再来是，这个
好，及伤害加上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长这样啊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好像是职业吧，所以剑士，然后这是海盗啊？为什么长这鸡巴样？过来一个嘛，可以耶。啊，那就是一个各种排拼图的游戏啦。我转，我再转。好，我转一下啦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一横的？等一下，力量最多50吗？还是说是因为我摆位置的问题？变60，所以就这样子而言，好像是就是它是好像是有一个什么一个阶梯形状的，就是这边是 Z， 然后这边是 B， 然后这边是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然后这边是好像这边吧，这个是攻击，然后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然后这边好像是魔，对啊，好麻烦哦，超麻烦的系统哎、欸，这让你摸有够久的，暴击伤害加3%，又是这个奇怪的形状。那我们就是把它翻转，然后贴这边，然后这个翻转一下。啊，不用啊，不用刻意贴起。我不要抚摸。啊，这边，这边呢、啊？哦、这样子好吗？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再来是。哦，横的，很棒。那我把这个移走。哇，超刚好。哎，然后这是什么职业啊？杰诺专属，是盗贼又是海盗。哇，加好多、哦，现在加75力耶。然后我先把这个移开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就是如果我们只放这边的话是哦加3魔力，所以这边是魔攻。那么怎么太多个？这边的话是什么 ？MP 吗？还是哦敏捷？那好，我们先放敏捷好了，然后看有没有纸可以用。纸的，两格，然后那可能是因为 A 的关系。然后等一下，先看技能，加1000血，不好用。啊，这个，哇，40力耶，真棒，太会加了。有幸运，有智力，所以说下面这边这里是那个幸运，因为有两格嘛，两格是5，然后这一格的是智力，这边的话是智力。那所以说这边是攻击咯。哦，真的棒，超棒，我太会了。好，继续。我觉得这其实还蛮屌的，就是那种很拼人品啊，就是你开大绝的时候，哇，中了个20%，就加12%伤害，对，就还蛮快。哎、欸，一支箭刚刚好，哇，加好多力量，超爽。不是防御先跳过好了，哇，这也是加力量欸，可是 A 而已，这也是 A， 那用时间减3%，等等啊，为什么都掉到 A 啦？不是 S 吗？还是说好像有改哦？我记得好像有改说那个什么，好像150等吧才会变成 S， 还是140，我都忘记了，随便不管，之后再练吧，麻烦。哦，他好像很贴心的有帮你摆好，就是他把 SS 摆在第一页，就是从等级最高到最低啦 ，SS 然后再 SS， 然后再 SA 这样子。这样子 A 的话应该都不太好吧？没关系啦，就多少呢？哦，阴阳师啊，阴阳师该练啊，真的该练啊。啊，阴阳师不太喜欢，开啥？无法再配哦，最多9个啦，
是哦，那这样子就摆好了吗？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技能，都还好。好，蛮突然爆出一堆力，好多力，真爽。那我们把这移过来，我们切换成弓箭，比较爽。这是弓箭手，然后这是法师，海盗。所以这到底是盗贼还是劫诺专属啊？哎呀，为什么摆不过来啊？大哥，这边可以吗？因为你这块拿掉，他就没办法连过来啊！天哪，那好啊，既然你这样，那我把它。不行，这是最终型。好麻烦哦！天哪、啊！这一块是哪一块啊？先拉过来。不行啊，那有人要重摆一下、啊，超级乱的那种哎、欸。这个的话。一定是长这样，然后贴在这边嘛，然后这一块横的，然后这一块是方形。我想一下，方形。等下我看到有摆设，他没有办法，就是滑过去就会看他的密码，我想要这块有什么东西，把它先快拿掉。算了，都还不错了。这个我看一下啊，这两个是两三区，这个也过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装这个，这个好。这样子攻击就填满了15嘛，所以它是1,2,3,4,5,6,7,8,9,10哦，所以这边15格，一格就是加1嘛，啊，属性的话是加5，所以一格加5 ,15 格，哇 ,75, 超级多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先给它转成这样，然后给它贴过，贴过来，先贴，就把它放出来吧，放它贴过来，然后这个都给它走，狗挂。看什么东西哦，这都已经有摆这个了，他还不给我移，过分呢，好烦哦，真的是超难摆哎，他为什么不给我移啊？奇怪，不是都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吗？好，移开，终于移开，好棒啊！把它贴上来啊！为什么他不给我贴啊？这个都要崩溃，这个都要崩溃。他怎么摆不掉呢？好了，我们就先这样吧，对吧、啊？不然超麻烦，这很莫名其妙。我知道了啦，应该算是我的知识，把这个摆过来。他被我弄掉了。哦，原来按右键就是变回去哦，惨了，我把谁弄回去了？我把。好，圣骑士。好的，
哎，真的很欢迎你。把他叫回去，把他带下来。然后刚刚那个是，耶，终于成功了哦，好累哦，成功。嗯，这样摆会比较好吗？想一下，我想要更好的方法，回去。然后这个给他转转，然后给他踢下来，耶。哦，刚刚我叫回去的是圣骑士吧？啊、哦，舒服多，舒服多！你看，他攻击全被我占满，然后敏捷一格，然后剩下力量，哇，我好聪明哦，超级聪明！又或者是我可以给他翻转一圈啊，不过没差，力量给他控两个吧，就少了实力，多了两攻，这到底值不值得呢？算了，没差了，好了，就这样吧。那这是什么鬼啊？参与战啊，配置完成。然后就哦，他原本啊，好、哦、死，他原本都有血啦，这里是 S T R， 然后这边是米，然后这个点的可以掉吗？哦，他可以换哦，天啊，他可以换嘞、欸！啊，我就像傻傻跟智障一样，一样配啊，东东，啊，哦哦，蛋疼，胃疼，他、啊、这是什么、啊？经验值，暴击几率 ，BOSS 伤害、欸、哦。哦，好、啊，这可以摸很久、哦，我真的觉得这可以摸很久、哦。啊，参与战斗吗？好，先这样吧，稍微休息一下。好的，我回来了，那我们继续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参与战斗喽。然后他刚刚说这个目前等级是新手嘛，然后下一个等级所需等级钱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可能是要进去里面打吧。然后再来一个总。钱吗？对，不知道。嗯，勇士你没有参加攻击战队哦，只有攻击队员才能参加。哈？那你哪里？是说他到底能不能打到那么后面？然后我也好奇啊。好啊，不对啊，他往上超越了一段。攻击队配置。什么鬼？我一定是前置没有完成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把这个叉叉。哎、欸，叉叉，我哎、欸欸，他荡掉了、欸！哎，我的天，天，太狂了！好，打败迷你们。他们用什么？集中一百只，就送你四个硬币。哦，贝龙啊，龙魔岛会很难过。然后打败黄金翼龙，打二十个。对啊，这不给我关呢、欸，我下线看看。那、啊、好，不见了，好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嗯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才战斗，到底是什么啊？勇士里面哦，所以是要把我自己加进去哦。天哪、啊，天哪、啊，我快要哭了。从我自己又技能又不好，经验值又没有什么，这样练得很方便啊。80，暴击的伤害1500，暴击什么剑法剑法？音乐，先把音乐拔掉好了。然后把我摆上去，完，配置完成，参与战斗 ，Yes。
哇哦，哇哦，啊、所以是说角色卡的人都会变成那个什么，都会变成 NPC， 然后帮你打怪是吧？太狂了吧！我天啊，这游戏越来越边缘了，怎么办？你要看到，你会发现哇，九个人激战一只大 boss， 然后不知道的人就觉得哇，好狂哦，九个人在打一只王哎，然后问一下说，哎、欸，那些是谁啊？你说哦，那都是我自己啊，超级赞哎！然后原来这些地龙叫做宝贝龙，太酷了吧！我还蛮会放大招哎，太帅了，太帅！密室，满满的密室，好大，被打肿坏了。哎、欸，笨笨的 AI 都不会看到的 AirPods 的密室啊，被打肿坏了。他们就像海苔一样，恼恼的去打。他们好狂啊！他们都不会受到伤害、欸。看一下哦，解封营养师，然后剑袍，然后狂暴，然后闪电圣骑，啊，拳霸，啊不，苍龙，骑上苍龙那个打，然后那个什么，二五。哎、欸，他的盾也太久了吧，他还不消哎、欸，是怎样？还是我直接要进去什么攻个什么东东，然后把结界打坏，然后才把他杀到他？可是我没看到那个像结界东东啊。他有没有攻？真的砍到他啊？那我砍到他，然后他的血量特别高。算了，打了。还是说，就是打到现在这个血量就有点极限，没有办法再追上。先把任务完成好了，然后都打完，100只宝贝龙都没有。好，打，那我去吧。该出去吗？好犹豫哦。丧尸。他、啊、那个结界要怎么破啊？到底？看一下有没有按键词。啊，有哎、欸，联盟战地。再去挑战一次，啊，还是一样，搞毛、哦！问一下啊，照这样的意思，应该是要换分身去打。
定换分身就可以去打，那一定就我朋友的资讯啊，他刚刚是说就是那个 boss 嘛，头上会有一开始我们进来确实有啦，一条黄色的，然后还有一条，然后接下来是紫色的嘛，那紫色的我们打不动，对，然后黄色是我们可以打得动的，那紫色的部分是分身才能打。那刚刚我朋友是说，就是只能靠那些 AI 慢慢打，对不对？那我试着换看看分身，看能不能用分身。Booster！ 亚布林，你可不的？加速，超大声！나에게힘을应该都已经有摆好了吧？我看一下哦，哪里？旁边的哦，他有没有办法 K 哦？怎么用？好的 ，Go！ 有吗？还是一样，嘟嘟。啊，所以就是真的要先挂在那边，等他们打完哦。哎呦，我的神主子哎，他怎么只用贝塔？不会玩哎，受不了。可是他招都没冷却，好狂哦！내공격을피할수없어看来真的要等，真的慢慢打，好累的吧？真的没有其他方法吗？这样好累哦。好吧，那就先这样吧。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我先那个什么改过来好了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子，你还要多占一个级啊，不太好。而且其实，看 boss 藏在这边，超想要的，把力量改过来。那这边我们就改成，因为我是什么被拿掉的，幸运吗？啊，对，好，那就配置。然后我们要怎么配呢？拿过来，它一定要一格在正中间吗？它不能说右下角吗？这下尴尬了。啊！我试试看，把这个解除，然后这个给它摆过来，哎，这样就可以用了。然后等一下，让它铺好，摆上来，然后这个给它解除，这样子也可以。这样子 OK 的话，那我就把上来，这个给它移下来。然后这里要过来，然后我刚刚是把什么取消掉？等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个。我是把谁取啊？本尊吗？
还有一个2468还有一个，还有谁啊？放松一下，不是放。月的市场怎样？这样子哦，好像不错。我原本是放谁来着、啊？突然忘记了。我把谁去？哦，狂暴嘛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弄音乐吧。然后我们给它放在这里，转转。这都一样嘛，对啊，都一样。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是，就只能说我们是地少一个，然后攻击。我觉得还是让力满好了。这样子吧，看了就愉悦哦，好希望可以把这一格给粘过来哦。啊、到底行不行粘过来、啊？我再试试看好了。对，我觉得我就应该再试试看，给它翻转，可以耶，可以耶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圣骑我先关掉，然后我把这个腾过来，然后这一格的话。这个的话，我要怎么塞呢？这个不要塞过来啊！第三个的啊，有，哦，这女的好屌啊！排拼图大师叫我排拼图大师，然后圣骑，啊，排拼图大师超狂，好，那就这样子啊，加很多。加75力跟15攻，全部加满满的。然后这边就是他剩下的能力。好，那这要到底怎么弄？我觉得应该是要去等一下巴哈那些大大们爬稳，然后再发稳，然后让我们爬一下。对，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弄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拜拜。